都是我录的。哇，都是你的声音。还有修理山窗山门，哦，恁家有派去的乌托邦无？客来买哦，迄嘛我。哇，所以你已经渗透到各个大街小巷了。各位在公务单位，来宾888号，那也是你，请到5号柜台。哇，你嘛哇，那个是你。还有开车的时候，你很怕超速，对不对？嗯。前有测速照相，前有测速照相，限速50公里。哇。前有警车出没，祝您行车平安。就是你，没有错。我一点都没错，给你差，但是嘛，都给你方便。对，随时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去2号柜台，现在去1号月台。哇，原来都是思安姐的声音。我录过很多的这种广告。对，难怪我们一听就觉得哇，好亲切哦！不仅会唱歌，还会这种各式各样的声音的变化，叫卖的声音，太厉害了。对对对。那